2021年啊，6月10日 ，OK， 我哋今晚请嚟咧钟剑华教授嘅，你好教授，系你好教授，你同我翻翻咗好啦，今晚我第一次同你做 Zoom 啊，咁以后我哋都系用 Zoom 嘅流动啲，大家方便啲吓，唉、哎，现代科技有帮助，咁啊，即系2年前嘅今日，即系2019年嘅6月10日，你记唔记得当日系点啊？嗰日系星期一嚟嘅喎，系咪？6月10日唔係9日啦，6月9日前一日就過百萬人上街示威，就抗議林鄭月娥，即係仍然都將嗰個送中條例草案送交立法會議讀啦嚇。即係我相信將即係件事相當之轟動嘅，事後一連串嘅問題咧，都係差唔多係嗰日開始噶啦。所以有啲人話嗰日係香港抗爭運動嘅一個好重要嘅所謂啟動嘅日子，呢個可能都冇得錯嘅啊！冇得錯。咁6月10日嗰日咧，即係嗰日星期一嚟啊嘛，即係之前嘅一日啊，6月9日咧，香港就100萬人係上街示威啊，反對送中條例啊，即係反修例運動揭開咗序幕。但係之前其實都係有啲示威嘅，去到13萬嘅，係、哎、唔少嘅。咁啊，當時有個 K 啊嚇，都好多人嘅，但係咧。規模有大有小的示威，但都是10多萬，但是累九那次就真的過百萬了，這個就是比較就是有些人感到意外，但事實上你留意這件事的發展也不會太意外，因為事實上香港人在那個階段對於特區政府林鄭月娥這些胡作非為的行為，事實上心裡反感的，所以當日就之前已經估到多人了，但估不到會是去到過百萬人那麼多而已。啊，即係去翻就即係1989年30年前，係啊係啊，嗰啲係嚇嗰個規模啦啊，咁其實當日6月10日咧，就全世界嘅傳媒咧，我睇除咗啲共產國家嘅傳媒之外咧，都係以香港呢次大示威咧作為一個重要新聞啊，多有好多係頭條添。OK， 咁我唔知嗰啲報紙咧，我冇睇齊啊，就有冇提到咧？其實嗰次100萬人嘅示威6月9日嘅係冇搶掠嘅。完全冇搶掠嘅 ，OK？ 事後啲人就執翻垃圾。報道都有咁講過，即係冇搶掠，冇白冇冇爛金塊玻璃，係嘛？基本上都係相當之和平理性。咁當然大家話又好好啦。當然我睇街上，咁但係就大家都相當之和平理性。咁憤怒中亦都保持最相當大嘅克制。咁無論即係我哋見到嘅年輕嘅又好，年老嘅好。或者話所謂有啲組織啦，都係啊，有啲組織佢係啲比較相對激進啲嘅組織都好啦，基本上當日都係相當之和平嘅嚇。即係嗰日都其實咧嗱啊，動員到100萬人咧上街示威咧，即係話係無分階層噶啦，啊唔係淨係基層、中產，係有啲有錢嘅，我識有啲有錢嘅人都出嚟示威噶啦。咁啊之後嗰個禮拜咧，即係6月16日嗰日就仲勁。因為你林鄭唔肯低頭嘛，就係去到200萬人，同樣係冇搶掠啊，同樣係冇塊玻璃被打爛，冇架車被燒，事後啲垃圾咧，啲好乖嘅年青人咧，仲喺之後夜晚去執翻啲垃圾，擺翻喺垃圾桶，如果塞唔落，擺喺側邊嚇，呢次係最和平嘅，咁西方嘅傳媒咧係一致稱讚嘅 ，OK， 咁其實我哋仲要講多一樣。講多一樣就係、是就算6月9日嗰晚咧，點解嗰次100萬人嘅示威仍然對林鄭嗰度係對整件事係冇幫助咧，冇大幫助咧？因為6月12日即係星期三咧，林鄭仍然拎呢個送中條拎上立法會去通過，因為佢有足夠嘅票，建制派有足夠嘅票。而係嗰日朝頭早咧，大家如果唔係善忘嘅話咧，就據說即係所有。這個建制派的議員都被捉了去差館坐，不是鎖他，而是保證能夠送到他們入立法會投票。結果呢，一批年輕人呢就在立法會就阻住他們進入立法會了。這個就是反送中運動的開始了。兩年了，過了兩年了，這個送中條例最後過了幾個月之後，林鄭先至話：，即係 the bill is dead 啊，即係話先至徹底係將佢係撤銷。咁
以後嗰兩年就變成今日咁啦。有國安法之下，啊，大部分嘅呢個支領頭軍啊，即係令即係呢個泛民嘅人泛民嘅領導者，以及即係傳媒嘅呢個阿黎智英都係收咗監，唔係收監嘅咧就還押或者咧係判咗罪。李柱銘係判咗罪，只不過係緩刑啫。楊森咧同埋阿何俊仁可以避過第一次，但係第二次都係要坐監。OK， 咁你阿楊森同埋何俊仁呢啲咁嘅人咧，大家都認識咧，絕對係和理非嘅。咁而家你咧呢個中共都唔放過佢，你有咩感受啊，阿教授？即係你講得好啱啦。其實六月九號有百萬人上街，民意就相當清楚噶啦。但林鄭月娥咧就恃住佢喺立法會夠票啦，嗰班建制派咧就是非不分，盲目支持呢個政府啦，包括自由黨啊、民建聯啊、經民聯呢啲全部都係啦。咁所以咧，林鄭月娥就有恃無恐啦。所以當晚六月九號咧就示威完咧之後冇幾耐咧，政府就宣告，即係睇到好多人嘅示威出嚟後遊行，亦都聽到市民嘅意見，但係咧仍然都堅持啦，又要做嘅。咁所以咧，宣布繼續會喺跟住嗰個星期三咧，就會將草案交俾立法會議讀啦。咁所以到六一二嗰日咧，就一早咧，就已經好多後生仔咧，就去到呢個政府總部門外咧，就喺立法會門外咧，就喺度聚集啦。當日朝早咧，其實我亦都係咁巧啦。嗰日我朝早原本就應承咗一個電台咧，就去電視台啦，去到佢哋灣仔嗰度咧做節目嘅。咁就點知咧個？隧道巴士咧，我喺海航咁過去啦。隧道巴士咧就一過咗海咧就唔行得啦。咁我就唯有行落車啦。咁跟住咧就收到電視台嘅通知，就話因為而家有人喺即係政府總部門口，咁所以咧個節目咧就要即時轉播，咁就即係唔使你去啦，取消啦。咁所以唔該啦，唔該我啦咁啦。咁其實嗰時已經過咗海啊。咁所以我咧就沿住即係英軍中心嗰度啦，咁啊行去政府總部嗰度，我就過去睇一下。我原本嗰日即係純粹過去做節目嘅啫。咁我見到咧，其實去到藝術學院，即係演藝學院啦，其實已經見到好多後生仔喺度，亦都見到好多警察咧喺兩邊，即係全副武裝嘅啲防暴隊啊，咁喺曬兩邊嘅啦。咁我入到去即係政總以至立法會個範圍咧，我講俾你聽啦，親身經歷，大部分嘅都係啲好年輕嘅人。有一啲咧，即係我相信飲啖水啊，教授你飲啖水先啦啊。有啲仲係中學生，咁但係睇到佢哋好年輕咁樣，但係佢哋個問題，我見到佢哋就好唔憤氣。我哋六月九號咁樣出嚟，你個政府仲要堅持二讀，恃住自己立法會救人，咁你就將成個香港政治制度嗰啲不合理嘅狀態咧表露無遺。咁所以當時啲後生仔咧，其實好多都好平和平嘅啫，即係佢哋三三兩兩圍埋坐喺地下傾下偈。我相信冇人會諗住嗰個晏晝咧，警方會鎮壓佢哋嘅。咁但係晏晝大家知啲咩事啦？政府咧就特別警方啦，用咗啲好強力嘅武力啦嚇，咁咧就去催淚彈放咗好多回啦嚇。咁比起幾年前嘅雨傘運動，仲加掟得多啦嚇。咁咧鎮壓咗。即係將嗰班即係所謂示威嘅人群咧驅散，到夜晚咧就當然你講得都啱，咁啊立法會議員就冇辦法開會啦嚇，咁政府咧暫緩啦，咁到六月十六號咧就嗰日咧就更加多人即係出嚟啦，到十六號咧就200萬人添咁樣啊，咁我諗成件事由頭到尾嗰是非對錯咧好清楚嘅，即係你政府恃住夠票過一條根本。連商界很多人都覺得有問題的 法案，而且這個法案呢根據事後駐英大使即在 BBC 的訪問說呢，不是北京的意思來的，是林鄭月娥自把自為而已，但是他就硬去呢，結果造成了這麼大問題，最大問題呢就將香港制度那種即不合理的狀態表露無遺，特區政府不但止不去除了宣布壽終正寢之外，或者初初說延遲後來壽終正寢，基本上在整個事件裏面就沒有面對自己的不足和問題作出這個反省和問責，所以當日之後很多朋友要求就是要問責，當時特別要求問責的林鄭月娥、保安局長，大家記得那位保安局長什麼嘴臉的，
咁但係咧，政府就不但止冇咁做，仲出動呢、這個利用警察啦嚇、啊。林鄭月娥成日話佢多三萬嘅警察啊嘛嚇，咁利用警察咧，用嗰啲好暴力方式，希望將啲示威人士咧就打沉啊，嚇到唔出街。咁結果咧，事後就一連串嘅較為激烈嘅對抗咯。我覺得成件事嘅始作俑者咧，實際上特區政府冇得迴避噶啦。示威者固之然有用呢個武力回應，但係事實上嗰啲回應咧，就相對於警方嘅武力咧，就九牛一毛啦。事實上嚇，而事實上相之多嘅武力回應咧，係警方嘅暴力，即係濫用暴力啦，亂咁用胡椒噴霧啦，亂咁揮動警棍啦，呢啲甚至開槍啦嚇，而造成嘅。咁兩年下來，而家政府不但止，或者北京當局亦都不但止冇去就住而家香港政治制度結構上一啲缺陷咧作出調整。佢更加咧利用國安法，甚至最近所謂嘅完善選舉法例咧，係將香港整個制度咧係開倒車。有人話甚至係將香港即係一國兩制呢個承諾咧完全推翻啊嘛。咁你睇翻而家嘅做法，確實係咁嘅喎，係嘛？咁我覺得即係結果出現你頭先所講啦，即係一啲民主派嘅象徵人物，其實好多都被濫捕、濫告咁出，咁啊坐緊監啦啊！咁我唔覺得佢哋犯咗罪嘅，我覺得佢哋都係被政府政治迫害嘅啫。呢班咧係一班政治犯嚟，我覺得我哋必須搞清楚，佢哋唔係即係犯咗咩罪，佢哋政治犯嚟嘅，係政治迫害嚟嘅。咁除咗大量嘅年輕人判一啲好嚴厲嘅罪行，你有支雷射筆，你有幾條索帶就判你坐兩年呢啲咁嘅荒謬嘅判決之外咧，而家連一啲十分和理非嘅，頭先你所講楊森啊呢啲啦，何俊仁都即係捉咗坐監。嗯，我諗啊，何俊仁大家都知噶啦，佢好鬼大中華膠嘅，其實大家都知噶啦嚇。係。佢其實即係我據我所知，楊森係主黨有啲人去到美國遊說嗰陣時啦，佢都持呢個反對態度嘅。咁但係呢啲咧都竟然而家要坐監，而且佢報告你個問題咧係一啲殖民地時代嘅惡法。咁我覺得就即係整個而家香港整個法治環境被特區政府同北京咧破壞殆盡，純粹係想透過呢啲嘅做法咧政治迫害一啲民主派人物，甚至咧透過所謂完善選舉法例咧去邊緣化佢哋，等佢哋冇機會。咁我覺得呢個嚴重倒退咧，整個問題嘅代價咧都係即係特區政府以至北京造成嘅。北京政府點解一定要撐林鄭月娥呢啲咁嘅胡作非為咧？正正都係制度缺陷，因為林鄭月娥佢揀噶嘛。記唔記得幾年前，即係阿曾俊華選到都唔會委任佢啊嘛，話係嘛？咁佢揀得嘅話，佢就唯有撐佢咯。佢做乜都撐佢噶咯，唯有。咁結果咧，到到林鄭月娥自己都知死，佢自己喺一個餐會度都講過闖個大禍，話過自己即係應該下台。咁但係而家你睇下佢啲嘴面。啊！即係我覺得其實成件事咧，充分反映中國而家呢種制度嗰種荒謬性，而呢種荒謬性咧喺香港咧，亦都透過摧毀一國兩制嚟到表現出嚟咯。咁所以我覺得相當不幸就傳媒受到打壓啦。你見到黎智英或者一集團，即係而家面對個問題啦嚇。咁啊，喐啲又話佢假新聞啊，又話佢呢個煽動啊，諸如此類啦嚇。咁啊，意圖都係想即係取締佢哋啦，好清楚啦嚇。部分組織咧已經冇辦法組織到任何有意義嘅活動啦。啲民主黨派咧，基本上參選嘅前景都好暗淡啦。咁我覺得呢個咁嘅倒退咧，我自己個人覺得係超越半世紀嘅。即係我哋喺八十年代初開始有呢個區議會選舉，八五年開始有立法會嘅間接選舉，八九年有立法會嘅直接選舉，經歷咗40年，形成嗰套民主生活咧，而家一下子倒退到去同呢個二次大戰之後初期好似冇乜分別，甚至更嚴厲、更加離譜，係嘛？港英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都未試過咁樣去打壓香港嘅言論自由，即係而家港英政府咧個做法。比起戰前的政府更加衰，即是比殖民地政府更加殖民地更加邪惡，我覺得這點呢，香港市民必須要記住。而對於今次因為這樣而被捕入獄啊、坐緊監啊、成為政治犯的所有人呢，我覺得我們的社會應該記住他們，應該要即是
感謝佢哋，亦都咧記住佢哋嘅貢獻，唔好因為即係佢哋一時間即係暫時消失於我哋嘅視野，就忘記佢哋咯。佢哋咧係對香港即係好重要嘅人物，我相信咧即係特區政府呢種做法咧，最終都會付出代價。嗯，而在講到這裡呢，鍾教授要講一點點東西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就是六七暴動的時候，儘管港英是封了三張很小的外圍左報，但當時的文匯報和大公報、政報、商報等呢是絲毫無損的，港英政府並沒有搜查到文匯、大公、政報、商報，政報沒有了，但大家知道現在還有一個有份商報、文匯、大公啊，咁當然仲有新晚報噶嘛。港英政府、港英嘅防暴隊係冇搜查到文匯、大公、政報、新晚報啊、商報等嘅，這個係歷史記載得好清楚嘅。咁而家香港咧，佢封嗰幾日報紙咧，基本上都小報啦，同埋基本上啲言論，啲馬經報嚟啦，係鼓勵啲人掟炸彈啊，要呢個懲奸特工隊去即係。去搜引嗰啲即係所謂被點名嗰啲人啊，咁樣嘅嚇，同而家我哋所謂即係《蘋果日報》嗰啲所謂啦，都係煽動或者啊，即係或者有時有啲錯誤嘅資料，呢啲咧係完全都係口同日耳語嘅。即係我覺得我所以想同你講啦，而家特區政府嘅做法咧，比起五十年前甚至更早之前嘅殖民地政府咧，更加不堪㗎。事實上喺呢點，大家一定要知嘅。即係我哋而家有時政府咧不斷。透過修改課本啊，又話呢個港英殖民地政府對香港人唔公平啊嚇，壓抑華人嘅權利啲嘢啦，呢啲嘢咧個大家好似我同你咁嘅年紀一定知道唔係係嘛？唔知嘅就聽住我哋講，即係後生一啲嘅聽住我哋講，從來冇啲咁嘅事㗎。即係六十年代之後啲特暴動之後啦，我哋嘅人權啊、自由啊，即係民主可能慢咗啦，但係人權啊、自由啊各方面保障啦，基本上係得到維持同埋不斷進步嘅，亦都冇對華人咯特別唔公平噶。所以我覺得即係到今日，而家特區政府透過扭曲事實啊、生安白造呢啲先係假新聞啊，仲要寫喺教科書，我嚟毒害我哋年輕人。呢個政府嘅所作所為，我哋必須要記住佢咯。即係佢哋呢個左派或者大陸成日都講啦，包括有個大陸學者咧叫強勢公 ，OK， 我估你大家好多人聽過啦，就話香港當年實行嘅係奴化教育 ，OK， 淨係講英國好啊，唔講中國好，呢啲冚唪唥係廢話嚟嘅。嗱，當然當時嘅教科書啊，我指中史嘅教科書啊，係唔會提到呢個中共政權嘅嘢，即係四九年之後就唔講噶啦嚇。尤其中史方面嚇，講到二戰抗戰結束就算數 ，OK。咁但係咧，佢係從來冇阻止到本地華人學習中國歷史，從來都冇。我講俾你聽啦，即係強勢公呢個人咧，基本上而家去到一個階段就扭曲事實噶啦，已經不斷扭曲事實。佢唔止呢啲文章噶啦。之前很多都是扭曲事實的了，他對香港教育認識多少？我講給你聽，我以前在香港就是我六十年代出世，我以前在香港小學已經有中國歷史，小學已經有中國歷史科了，很特別的學校，不是很多間有的，我們有，我們讀那條史科呢，其實很漢民族中心主義的歷史科來的，其實就基本上呢，我仲記得啲課文咩？孫中山先生是我們的國父啊，六號東捨生取義啊，好秋瑾其女子啊，成吉思汗有寶劍啊，呢啲我仲記得啊。基本上都係好漢民族中心主義嘅嘢，從來冇人你話佢講得啱，佢哋唔睇共產黨之後嘅事。但係基本上你話佢奴化教育嘅話，我相信強勢公啊，即係隨口噏嗰啲叫做即係不負責任。佢呢啲咁嘅人啊，似住而家自己做咗官，即係隨口噏，即係我覺得仲好唔負責任嘅呢啲。不過中共高層又聽咧，經歷過歷史，基本上都唔係咁樣噶。我要咁講啊，據我所知啊，你都係天主教嗰個中學畢業噶嘛？啊，唔係，據我所知，你唔係啊？冇宗教信仰噶。OK， 好啦，即係我所理解嘅就係話咧，香港咧當時嘅中國歷史咧係分會考，用會考呢個編制嚟講啦嚇，就分甲、乙、丙、部。OK。月報就必考，甲報呢就是你可以跟住你要黐甲報或者丙報，丙報呢講近代史㗎啦。OK， 咁近代史包括埋鴉片戰爭，
咁至於教唔教鴉片戰爭咧，其實咧就啊，中共就揦住呢個 point 啊，揦住呢個 point，OK， 話香港啲人咧奴化教育，就唔講俾你聽關於鴉片戰爭嘅嘢。嗱、啊，這個、呢個咧唔係事實嚟嘅 ，OK， 嗱、啊、會考可能啊早期咧係冇出過鴉片戰爭嘅題目，但係咧個課程係包括埋鴉片戰爭啊，呢個係事實。我喺中學時候有學過鴉片戰爭嘅 ，OK， 一樣都係講你英國唔啱，同埋清朝咧係以天朝嘅心態，唔肯同呢個西方做生意，淨係得翻呢個廣州十三行啊，搞到呢個係其中一個導致鴉片戰爭嘅原因。當然今日我哋去睇翻就話咁英國賣鴉片俾中國係唔啱啦，咁呢個亦都係事實。但鴉片戰爭嘅複雜性係遠超過呢樣嘢。第二就話並唔係學校唔教咯，啊，以為所有學校唔教呢個唔係事實嚟嘅。啊，我睇呢個係以訛傳訛，以訛傳訛，同埋中共嘅 propaganda 亦都係一種奴化教育。咁啊，但係有啲人信喎。系话教授，即系有啲香港人有啲人信，海外亲共华人都信 ，OK 啊，咁我觉得就好悲哀噶，其实即系事实咁样扭曲咯。我自己头先讲过啦，我小学已经有读历史，当时历史就讲读几句，跟住就讲故仔嘅老师。其实好多时咧，你讲紧林则徐烧烟啊，左宗棠平定新疆啊呢啲啦。其實都是有答有讀的，當古仔咁講我哋聽嘅，即係呢個小學階段啦。中學之後到高中咧，真係同會考掛鈎。你講甲乙丙三部啦，其實丙部咧係講到呢個滿清王朝覆滅嘅，即係民國建立嘅。咁所以嗰個過程咧，你迴避唔到鴉片戰爭嘅，係有講鴉片戰爭嘅。咁而且鴉片戰爭就唔係話真係一種英國嘅鴉片戰爭嘅嗰種英國嘅書咧，就叫 Trade War 貿易戰爭啊嘛。咁但係喺中史咧就照講係鴉片戰爭嘅，清楚嘅。林則徐燒煙嘅故事咧係一個當係一個即係忠臣嘅形象喺我哋嘅即係課本裏邊嘅。呢個好清楚。其實今日都係忠臣啦，不容扭曲咯。即係唔可以扭曲咯。即係你拗可以拗，但係我覺得而家最大問題咧，你中共嗰啲官員啦、黨棍啦、強即係頭先你講嗰個強偉生嗰班人啦，啊，以至嗰啲即係。好盲目嗰啲阿伯啦、阿婆啦嚇，嗰啲老人家啦，啲五毛啦，知其一不知其二嗰啲後生仔啦，嗰啲小粉紅啦，其實咧就全部都即係罔顧事實。我覺得呢個一定要講清楚。那個問題就正正而家你政府做緊嗰啲咩教科書指引啊，嗰啲嘢先至係奴化教育啊！啊，乜都唔敢講，要講國安、講國家安全，一黨專政，共產黨啱曬啊！即係。不成熟的不比講六四不比講，這些不是奴化教育，這些就是奴化教育了。我覺得現在倒轉來講，我們一定很清楚，不可以讓是非扭曲。我覺得求真精神都很重要的，大家不要因為自己政見就將一些事實 都扭曲來遷就自己，這是相當之低水平的一種智能來的。我覺得其實是將個常識扭轉了，是反智的。我要講講啊，教授，我都上一集都略有提，但係今次我想講得詳細啲嘅。就算唔夠鴉片戰爭，唔夠清朝歷史又如何呢？你嘅愛國心係咪就冇咧？當你讀到呢個史可發、文天祥啊、岳飛等人，你嘅愛國心自然會，即係你嘅民族心喎。嗱，大陸叫愛國心啊，嗰個民族情懷自然會喺度嘅喎。OK， 你讀到岳飛嘅《滿江紅》係必修噶嘛，喺國文裏邊必修噶嘛，咁你自然係會有噶啦。仲有好多嗰個意識啊，啊，咗當年嗰個意識咧就話兩間電視台，一間無線，一間叫做麗的，啊，後來改做亞洲電視，佢播啲劇集咧都係講下啲中國傳統嘅英雄喎。我仲記得七十年代後期咧，佢無線出咗一套劇集。叫做近代豪俠傳，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其中一集好出名嘅就係大都虛構啊，大都王五去救阿譚志同啊，但係譚志同拒絕走，因為歷史上譚志同係死噶嘛啊，佢咪咁啊呢個大都王五闖入天牢啊，去救阿譚志同，救咗譚志，譚志同唔肯走，佢話一定要死，要喚醒中國人民咁樣啊。咁同期呢個麗的電視播出十大刺客。都是講出你看完之後，你自然你會對那個國家民族是有感情的。
同埋當時咧就可以選擇嘅電視台只係得兩間啫嘛，一間無線，一間麗的啊嘛，唔同今日咧幾百台個台或者成千個台俾你揀，又有 Netflix 啊。當時冇啲咁嘅嘢，所以我哋嘅成長過程裏邊咧，即係中共去混淆咗，你要愛個政權先等於愛國，但係我哋嘅睇法就話唔係，就話啊你喺國文裏邊同埋中史裏邊，就算你唔讀近代史咧。你讀過之後，你係多多少少有啲感情嘅，這個你又點睇咧？即係唔係一定要讀到哦？中華人民嗰個建立之後咧，中華人民站起來。我知道你係大中華膠啊。係，事實上，你靚仔唔中意你噶，陣間我哋繼續講呢樣嘢。我自細讀嗰啲書咧，頭先你所講，我記得二年班、新論班有一課歷史科嘅課文，歷史科係嘅課文，我仲記得啲課文嘅內容。孫中山先生是我們的國父，我們要尊敬孫中山先生。不知道三年班、四年班另一篇課文講秋瑾，個課文我讀多一次俾你聽啊。好秋瑾，奇女子，性豪爽，不怕死，為了革命犧牲自己。嗱，呢個我仲記得。你因為我哋咁細個就讀呢啲嘢，我哋點會唔係大中華教啫？係嘛？咁個問題就係呢種咁嘅，我記得我哋細時。即係幾歲大？十零歲之前，冇人叫自己做香港人㗎。你問你咩人？我中國人。啱，中國人啊！所以其實你如果話英國嘅殖民地教育刻意抹去我哋中國人角色嘅身份，或者話奴化教育咧，呢啲係完全即係抹黑，好清楚抹黑。因為我頭先啲課文係六十年代啊，我讀小學嗰陣時六十年代後期啊，係嘛？即係好清楚，我覺得你點可以話賴人啫？你而家對比而家邊個奴化教育更加清楚，所以我覺得你講啱嘅，即係你要逼人愛國，你咪逼咯，你用你嘅方法去逼咯，逼到至講啦，係嘛？個問題就係唔使你逼冇用嘅有啲嘢，一個我自己慢慢有一種諗法就係，即係愛唔愛一個國家咧，冇所謂應唔應該，冇所謂天經地義嘅。你要正如陳獨秀係。共產黨的創始人啦，第一任總書記啦嘛嚇，佢曾經講咗一句，佢話一個國家要令人愛佢啦，首先要令佢自己可愛。如果你自己就唔可愛嘅話，點你憑乜叫人愛你？你而家問題，你睇下北京或者特區政府而家做緊嘅嘢，你叫人愛國講笑啦，連我哋呢啲即係大中華膠都覺得呢個咁嘅國家，呢個咁政府政權真係令人好失望，即係今日。我只能夠話：喂，這個國家真係，我有時發覺自己愛唔起喎，我真係愛唔起呢個咁嘅國家喎，要天經地義喎，我真係覺得愛唔起喎。同埋睇下佢而家嘅所作所為，嗰啲嘴臉，嗰啲官員嗰啲嘴面，睇下嗰啲咩即係代表政權講嘢嗰啲，即係強繼生嗰啲人講緊嗰啲嘢，同埋嗰啲咁嘅即係扭曲事實，你真係好難對呢個國家產生咩感情。點解今時今日香港年輕一代？年輕一代很多都是最近這兩年這個抗爭運動的主角啦，有很多人說他們被毒害，毒什麼害呢？這些人在特區長大，在特區成長，就算不是在特區年代出生，都是特區成年代教育的了，是吧？沒錯，97之後出世的，不是97之後出世，97之前出世，但是小學階段都是在回歸之後受教育的，是這特區新世代來的。你個個禮拜先國旗唱國歌，點解會做到佢哋即係都咁反咁唔中意呢個政府？連中國人身份都唔肯承認。反正我哋嗰個年代唔會認自己英國人嘅喎，我哋只會啱啊啱呢個啱點解會咁啫？你反省下自己所作所為啦，係嘛？呢個先係最關鍵咯。即係你唔反省自己所作所為，你睇下而家嗰班後生仔點解個個唔肯承認自己中國人？你其實諗到點解嘅？因為你嗰啲行為實際上有時太過可恥嘅，啲嘴臉太過乞人憎啊！即係你愛國咁啊，真愛得太肉酸啊！你覺得所謂愛國人士講俗啲，個個都撲街嚟嘅，簡單講，即係個個都唔係人樣嘅你睇而家立法會嗰啲議員講嘢嗰啲態度同嘴臉你睇嗰咩何君堯議員啦，佢講佢做過啲咩嘢咁我覺得個問題就係你。你用呢啲咁嘅所謂愛國人士去號召人愛國咧，嘥氣啦！你始於呢班人為伍係嘛？
咁我覺得其實相反，你會覺得何俊仁唔愛國咩？何俊仁其實好愛國噶，你睇過佢喺電視台主持啲節目係嘛？佢講嘅嘢佢好愛國噶。咁你而家點對佢啊？咪有坐監係嘛？拉佢坐監嚇。其實而家俾人拉嗰啲好多都係大中華膠嚟，楊森嗰啲根本上係大中華膠嚟。當時楊森係搞社會行動。去反抗港英政府啲不合理嘅社會政策嘅，啊，係，即係呢啲人而家拉佢坐監，啊，即係我覺得個問題就係顛倒黑白，造成個結果啦，不但止唔會收效，你仲會令到更加多人，連呢個代你喺你喺你喺呢個新世代長大，你都收服佢哋唔到，我哋呢批人咧，原本我哋就大中華膠嚟嘅，而家我哋都唔敢認啦，都唔敢認啦，係嘛？甚至覺得即係愛唔起啲國家啦，咁你咪諗下點解咯？所以我覺得個問題你唔好賴人。其實最佳嘅國民教育教材咧，就係即係國家嘅行為。你國家表現出嚟係一個咁嘅國格嘅話咧，你係好難令人真心愛你嘅。即係你就算大陸嗰啲個口講愛國啫，咪將啲仔女啊送曬外國，大家心照啦，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可以繼續呃人。講到尾都係權力啫，即係我覺得個問題先，呢個先係而家香港面對嘅現實咯。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而家我哋面對處境係好困難啦。但係我覺得即係用呢個方法咧係解決唔到問題，亦都只會令到個僵局咧長期維持嘅啫。嗱，仲有一樣嘢啊，即係我即係個比喻啦嚇。假設華叔未死，華叔死咗十年啦嚇，華叔係2011年1月死嘅，好似1月1日或者1月2日死嘅。如果華叔未死咧，華叔都要坐監。OK， 你仲唔係煽動啊？嗰啲嘢，你搞咁多嘢出嚟，啲支聯會係頭嚟噶嘛？你仲唔要去踎 ？OK， 假設飛哥未死 ，OK， 好不幸啊！飛哥即係舊年走咗啦嚇，飛哥都要被稱翻去問話 ，OK， 未必告佢。呢啲冚棒，呢啲飛哥咧，即係退休嘅議員，但係佢一定係 KOL， 佢一定係 KOL。要翻去問話，華叔未死要坐監，飛哥未死一定要翻去問話 ，OK， 就係咁噶啦 ，OK。頭先我回應翻你咧，我就覺得咧就話有可能部分人啦，包括啲年青人在內啫，就誤解咗咧我哋咧係嗰種大所謂大中華膠嗰個嘢係受呢個中共啊或者係受呢個國民黨影響嘅。但事實上咧，其實當時香港嘅文化咧。你都講過啦，咩抽緊嗰啲啦，我哋又講岳飛啊、文天祥、史可快嗰啲，你睇完之後，你自然係有感情。我唔知呢種感情係叫做愛國啊，但係中共咧一直揸住愛國必須愛黨。OK， 佢而家講話尊重呢、這個現實，事實上即係叫你愛黨啦嚇。咁你亦都講得好啱啊！嗰、那個年代冇所謂香港人嗰個概念嘅，冇噶，即係恐怖好冇冇嘅。OK， 亦都冇而家今日我哋講話華裔 ，Ethnic Chinese。OK， 只係得一個名詞咧，就叫中國人。包括我讀嗰間中學咧，即係嗰啲神父都講：你哋係中國人，你哋係中國人。佢都係而佢哋嗰個教育水平，佢哋個認知啊，喺嗰個年代啊，都係只係得中國人嗰個 concept， 冇 Ethnic Chinese 嗰個 concept 嘅。OK。咁佢覺得你都係中國人，咁你應該學下中國歷史，都係正常啊咁樣。咁至於話係反而今日咧，中共會覺得咧，即係岳飛打邊個？打金兵啊嘛 ？OK， 係啊，佢認為係內戰嚟嘅啫。所以咧，岳飛、文天祥同埋史可發曾經一段時間咧，即係。是被剔出他們不是民族英雄，因為你打的呢不是外國人來的，那些金兵那些呢，蒙古啊那些，是不是那些都是中國人來的啊？你是不是扭曲歷史啊，大哥？當時那些是中國土地來的，你那三件都不是民族英雄，哪些是民族英雄呢？戚繼光打波球嘛，日本人啊，還有這個鄭成功嘛，打荷蘭人嘛，咁呢啲咪因為打外國人，所以先係民族英雄。而咧，而家今日中共嘅歷史書，大陸即係稍為醒啲嘅學者都會識得擦邊球。佢略提咧就話，其實嗰啲咩人啊，即係抗嗰班啊，全部都係打緊內戰嘅啫。喂，你用今日嘅中國版圖去講翻當時，
哇，大佬，你係咪扭曲曬啊？啊，即係你呢套嘢整落嚟香港，喂，真係我講唔出口啊！我好彩唔係做教師嗰行，唔係教中史啊！喂，當時絕對係打反侵略啦，點算係內戰啊？即係個講唔通噶。即係今日你要到即係幼稚園都要教國安教育，我真係唔知點教喎、啊。OK， 即係其實有啲嘢唔使講明嘅。七一咧，七一同埋十一放假，咁其實已經係培養咗啊呢個回歸嗰日係呢個國慶啊，咁已經係足夠噶啦。對於啲人一般人嚟講咧，佢係潛移默化啊。嗰兩日點解放假？因為重要啊嘛。OK， 七一回歸啊嘛，中共嘅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的主權，他是這樣用這樣的術語，這樣的字語嘛。那我們的觀眾，我們的朋友呢，有些就年輕啦，沒有經歷過我們那個年代，有些是我們這個年代的朋友來的，同即差不多的。你可以講回當時的社會的情況是怎樣呢？是不是港英政府刻意奴化教育我們呢？就話搞要我哋啫，數典忘宗係嘛？呢個數典忘宗，唔識中國嘢咧，唔係喎。但你哋有冇咁嘅感受？你亦都有冇遇到有啲老師啊，或者嘅鬼佬教師啊、鬼婆教師叫你忘記中國啊，唔好做中國人啊啲咁嘅嘢咧？有冇叫你哋要逼你哋個英女王萬歲咧？你哋可以留言啊，講翻出嚟啊嚇。咁咧就嗱，講到呢度咧，我都唔記得咗話翻俾你聽。阿教授，今晚我哋嘅主題咧，就由呢個兩年前嘅六月九日嗰次大示威開始嘅。嗰日咧，的確係驚天動地嘅。阿健，攞張graphic 出嚟睇下，唔該。嗱嚇，驚天啊！教授睇到啦，我哋寫呢個咧就叫驚，的確係驚天動地嘅嚇，即係。我不知道香港將來會不會再發生一些100萬人、200萬人的示威、和平示威、OK? 好的方面我們覺得很自豪，香港人原來是我們是這麼文明的，用最文明的方法呢是表達我們的訴求，不好的地方呢、又是不是有需要去到這個階段呢？其實是一個社會的悲哀來，正如是出來的人如果是英雄的話，一個需要英雄年代那個時間呢，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是一個悲慘的年代，一個呢成日日日要人噏愛國的年代也都不是好的，因為日本仔侵略中國的時候呢，那人呢是日日都講愛國的。老人家告訴我聽呢，當年見到啲年輕人示威，即是大後方大後方示威唱起義勇軍進行曲的時候，啲年輕人是會流淚的，即是沒有人逼他流淚，他自動會流淚的啊，即係亦都唔希望嗰個年代重返啊，唔希望啊。但係即係 anyway， 呢次驚天動地就揭開咗反送中嘅序幕啦。OK， 亦都引致到今日其實香港社會大倒退。OK， 香港首次就係被美國咧喺舊年咧趯出咗呢個特別關稅區。嗱，好多嘅嘢都發生啦。咁以後會點咧？包括到即係32年，其實31年嚟咧，紀念六四咧，悼念六四咧，都不受阻礙嘅。其實對個政權嘅影響就唔係好大嘅啫。即係六四，即係唔好話得罪咁講啊！即係我唔係支聯會嘅成員，咁啊，就係對個政權係影響唔大，同埋行禮如儀。過咗六月五日之後，就冇人會再提，要再等多年。咁啊，點解咁緊張咧？嚇！咁我哋翻轉頭咧，係再傾過。咁記得啦，阿健打出嚟，我哋 Patreon 咧嗰個number， 仲有而家呢個就係轉數快嘅68099416809941。嗱，支持我哋城寨，支持亦都支持彌敦道證交所節目。嗱，呢個 Patreon 做我哋嘅年費會員啦。咁啊，記得 CLS 留個 comment，OK、okay? like 我哋，無論喺 YouTube 或者係 Facebook， 同時最緊要嘅將個節目傳開去，將我哋信息傳開去。一定而家好簡單，你撳撳 Facebook 就可以 share 到個節目出去㗎啦。同時你亦都可以喺 YouTube 嗰度撳 share 都得，或者 copy 嗰條 link 啊，
然後條 link 喺有用社交媒體傳俾朋友睇，咁就係支持我哋節目。除咗喺物質上、喺金錢上支持之外，仲要撳兩下，好簡單啫。我哋唞一陣，翻轉頭再問阿教授啊，仲有好多嘢發生。香港社會首次係倒退得好嚴重。OK， 係。香港嚟講咧，你抄品牌咧係得一間成功嘅，知唔知點解？即係飲食啊，飲食嚟講係得一間成功嘅啫，即係仲係企到而家今時今日，就係叫大家食。大家食你有冇見過啊？大家食喺深水埗間，深水埗成日軍佬咁樣樣噶嘛，係咪？大佬，喂你睇，喂如果你睇呢個 logo， 你覺得佢冇理由成功喎，大佬啊，係嘛？呢個軍佬。呢、這個軍佬頭，喂、那個 logo， 你個名字你係抄大，即係大家樂啊，大快活啊嗰啲，佢應該係抄大快活添啊，佢 logo 係。咁但係你抄咁耐，俾佢屹立到而家喎。嗱，佢呢啲就神奇啦，神奇就在於唔係因為佢個名喎。如果你睇個名嘅話咧，喂你見到你喂起碼好簡單，喂你溝女你唔會入去食噶嘛，你唔會睇。喂，阿曹總。如果你想去認識嗰個女仔，你話今晚我哋慶祝呢個我哋相識第100小時，跟住你個女仔問你，你帶我去邊度食啊？大家食啦咁樣，我以為同佢開房啊，你知唔知啊？嗱，今晚我哋个题目系乜嘢啊？健，再show个出嚟啊！吓，就系惊天动地。咁我哋请嚟阿钟建华教授嘅。咁啊，两年前嘅6月9日就有100万人示威，喺6月16日有200万人示威。吓，的确系惊天动地。随后一嘅好多嘢唔需要我哋再讲噶啦。咁大家咧都系知道噶啦吓。至于你剔边个立场？就你決定，香港始終是一個自由社會，即係唔會強迫你剔邊個立場。你認為呢班係暴徒，咁咪暴徒咯。咁啊，即係我哋認為係呢個合理嘅抗爭。我始終今日係我咁樣睇法嘅。至於有冇個別人士係過激行為，咁啊呢個我唔欣賞。OK， 就算有我都係唔覺欣賞嘅。咁我英文表嘅個標題寫住 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again。OK。啊！就選自咧有首名曲，就係《沖天大火災》啊，裏邊嗰首名曲就叫做《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Again》。OK， 咁我頭先咁講過啦，其實係一個我好自豪嘅，就是、香港人係可以，我或者我哋都好自豪，香港人可以咁樣和平，以咁大規模嘅和平手段咧，係表達我哋嘅訴求。OK， 第二即係話。即係要鬧香港人嗰啲啊，即係嗰啲藍絲以及被蒙蔽嘅海外華人啦，海外華人啦，我講明係海外華人啊，即係你哋唔信我都要咁講，你哋國家嗰啲咁嘅示威啊，即係如果有咁嘅規模示威啊，就算細好多規模示威都通街搶啦，係咪先？即係香港啊，根本係完全冇搶。
啊，就屈啊話即係外國勢力煽動啊，邊有能力外國勢力煽動到咁大規模嘅示威啊？邊有能力外國勢力俾咁多錢買防毒面具呢啲冚棒嘅啲廢話，係你啲咁嘅蠢鬼，我都唔知冚棒即係讀史邊有好多博士碩士啊！即係點解會咁蠢，會信啲咁嘅嘢嘅 ？Anyway， 咁啊，阿教授啊，嗱，我話俾少數字俾你聽啊 ，OK， 反送中運動開始至到而家咧，至到四月尾咧，一共有10260人係被捕嘅，啊，超過10000被捕，係呢個規模好大，應該係歷史上最大規模嘅一次噶啦，香港 ，OK， 咁其中男人咧，男性係7500人，女性係2700多，香港女性咧，嘅地位即係喺嗰次裏邊咧，世界嘅傳媒都有報導，係相當之英勇，巾帼不讓蘇眉啊，即係十大豪傑嗰首歌咧，佢話巾帼亦人傑啊嚇，即係當時阿文千歲唱嘅十大刺客裏邊有一句叫巾帼亦人傑。咁咧年齡係11到84歲，哇！大佬真係慘啊！我啊見嗰張照片啊，有個速龍咧捉咗個阿婆，個婆一定係80多歲噶啦。咁啊，最後尾有冇即係檢控到個阿婆咧？我唔知道啊。咁啊，有2600人咧係被檢控。咁啊喺被拘捕嘅人士當中，大概佔1/4到啦嚇。咁啊，750人係被控依個暴動罪，因為暴動罪起碼5年啊。咁啊，跟住咧，咁仲有咧，即係未成年嘅人士有1700人左右，其中咧係有27% 係被檢控嘅。咁啊，學生咧係佔整個被捕人數之中係最多噶啦，個 background 係有40%，有4008人係學生，包括小中大學。OK， 但我呢度要講，我覺得好傷心，有小學生出嚟係示威，係呢個社會係唔需要小學生出嚟做嘅。OK， 咁啊。依、这個就係一個不過呢個數字冇講咧，差人咧係最少放咗16000個催淚彈，再加好多數量嘅各種彈，包括嗰啲橡膠子彈啊、布袋彈之類，唔知射咗幾多噶啦，仍然冇辦法平息到所謂暴亂。OK， 而所謂依個暴亂嘅結束，唔係因為你有啲咁嘅蒙面法啲咁嘅嘢。而是2年前的區議會選舉，區議會選舉咧係建制派是慘敗，崩盤啦，係全面失敗的，85% 咧係俾反對派攞咗嘅，咁就證實他哋失敗多年嚟的工作，不是話我哋完全冇做嘢，包括埋其嘅蛇齋餅粽已經如全面崩潰啦。OK， 但是點解會有咁多人去投票俾嗰啲即係反對派的候選人咧，好簡單一樣嘢，調戲唔順四個字啊！我唔會學呢個白宮發言人咁數錯，調戲唔順。其實港府依個林鄭，無論777或者689好咧，再加埋中共政府好咧，係佢冇理會到香港人調戲順唔順呢樣嘢啊！呢、這個就係大問題啦。OK， 民主。你俾唔到，但你有啲嘢你都要係令到啲人條氣順啲啊嚇。咁你搞個反送中出嚟啊，本來好多建制派嘅，包括做商界都要扮建制派啊，唔係真建制派都要扮啦，唔係生存唔到啊嚇。即係做藍絲有啲係扮嘅咋，大家因為依個世界揾食啊，我同你都係成年人咧，知道有啲人係扮緊藍絲嘅啫，係嘛，教授啊。喂，基本上香港所有愛國人士大部分都係偽君子嚟嘅啫，都係愛國只係一種沉醉行為嘅啫。我成日覺得你如果真係愛一個國家嘅，你點會支持一個咁樣嘅國家嘅啊？即係靠惡唔講道理啊！即係財大氣粗，同埋咧係用啲咁嘅態度嚟到去面對自己嘅國民。即係個真正愛國嘅人唔會愛一個咁嘅國家嘅嗱政權。政權唔係國家，我會咁樣講啊，係政權啫啊啊嘛。咁另外就話要你指鹿為馬咯，明明係呢、這個所謂完善立法會選舉制選完善選舉制度呢條法例係將民主倒退嘅。OK， 你都話係完善，令到香港係可以走向民主。哇，大佬啊，唔係嘛？呢、這個明明係國王的新衣啦。即係會我講出嚟啊！
咁仲有一啲嘢咧，就係嗰個反呢個送中條例，最後尾喺三四月之後，林鄭先至肯撤銷。開頭佢係講得好模糊嘅，因為咧你個政府咧就係太冇信用啦。你講嘢模糊咧，你唔話撤銷咧，係冇人會信嘅。話俾你聽，佢講好多次話我哋推遲，冇用嘅。OK， 因為你唔信你就係唔信你。呢個世界咧，人係要講信嘅。OK， 無信不立，個社會唔會 work 嘅。點解法治社會係可靠啲啊？因為簽咗張約，大家要遵守嘛，咁咪有個信咯。唔信我點啊？哇！你應承幾多錢？到時你哇，收我十倍價錢，咁我點算啊？我講一樣嘢，就係話我都建議你係有寫個文章，就係關於咧嗱，32年嚟維園第一次係冇悼念呢個六四嘅，啊唔俾人悼念六四。當日咧就出咗7000個警察全港。7000警察的概念是什么呢？是接近一个师的兵力。其中3000就摆了得了在维园。在那里不给人入去维园，就要你这个烛光是熄灭。其实呢我就去过2019年那次六四烛光晚会的，就是最后一次合法的举行的烛光晚会。我发觉入到去呢，就是大部分咧即係銀髮一族啊，好似我咁嘅年紀啊，好似即係同你差唔多年紀㗎啦嚇，即係後生嘅香港人咧就寥寥可數。OK， 咁其實即係薪火相傳咧係有問題啦。就算即係支聯會唔承認，事實上咧當時係有問題嘅。不過好奇怪啊，教授，我見到幾個咧就係深圳落嚟嘅後年青人，問佢點解落嚟，佢話想了解一下六四事件喎。因為他們出世的時候六四事件已經發生了，他們是沒有見過六四，大陸也是一個禁忌，不讓他們講的嘛，而且當年呢就是其實2019年直到去年呢，其實本土派甚至港獨派呢是用他們的論述，就認為六四不關他們事的。 OK， 鴉片戰爭也不關他們事，鴉片戰爭是大英帝國和大清帝國之間的事。OK， 你呢啲咁嘅依個鍾建華咁嘅大中華咧，交俾人鬧到反轉㗎啦。OK， 去咩六四啊？去咩六四？其實已經係成功啦。其實站在中共立場嚟講，佢係成功嘅，即係支聯會薪火相傳，華叔嘅走咗10年啦。OK， 剩翻咩蔡耀昌嗰啲咁嘅冚唪唥老鬼嚟嘅。OK， 冇辦法達到支聯會開頭所講嘅薪火相傳。突然之間今年意外地。可以薪火相傳喎，教授。你點睇啊？你見到即係反為依幾年前就話行禮如儀啊，嚇鄰國嘅事唔關我哋事啊，嗰啲後生仔啦。係嗰啲學生會嘅阿頭啦，以前啊，即係拒絕出席支聯會嘅維園集會，又以研討會啊呢種方式嚟到所謂即係用佢哋方式去見六四呢啲啦。今年咧就佢哋自己就點知立足話。咁所以我覺得就我都講咗啦，你以為可以將維園嘅立足即係撲熄，唔俾人喺度點啦，就解決到問題。其實我覺得呢個諗法相當之傻啊！你諗下個結果造成嘅結果就係你喺 Sydney 啊，喺多倫多啊，喺倫敦啊，都有啲人咧，佢搞聚會咧，除咗話六四之外咧，就要延續香港嘅燭光。咁你即係話將維園燭光咧，就擴展到全世界係嘛？咁我覺得即係散落千家萬户，你唔可以出7000警力啦，出7000警力又如何咧？係嘛？大家唔好唔記得過去幾年，即係唔好計舊年啦，前年咁樣即係出席呢個維園個集會有都10多萬人，之前幾年都18萬，我記得仲有超過20萬人。咁你多數老嘢啊？你記得民意調查咧，認為六四事件應該即係。得到平反的仲係有成超過一半香港人，咁即係呢度大大話，即係300多萬人係嘛？如果即係呢啲所謂維園嘅燭光點唔起，啲人個個千家萬户散落自己用佢哋方式去悼念嘅話咧，你出7000警力又如何咧？我覺得即係有時政權咧做埋啲嘢，自己人見唔到，咁就證明六四你啱咩？見唔到就證明六四冇發生過咩？唔會係咁噶嘛！即係你令到燭光點唔到嘅話，就年年大家將件事拎出嚟提。我亦都見到有啲外國傳媒
今年佢哋個頭版嗰張相咧，仍然都係圍院，不過就空溜呢個圍院。咁呢張相，啲人就會將佢同兩年前比較噶啦嘛，係嘛對比噶啦嘛。咁其實，即係反而凸顯咗一點啦。你而家就將嗰個所謂專制極權扼實表達自由呢種行為咧，移植到香港啦。咁對中國嗰個國際形象，其實一啲好處都冇。對特區政府的形象亦都一啲好處都冇，咁但係我覺得就即係做呢啲嘢啦，解決唔到問題，仲係令到自己處於一個十分之尷尬，甚至係處於一個十分之卑劣嘅處境啦。我覺得呢個就正正而家警察出動7000警力造成嘅效果咯。嗱，其實咧7000警察啦嚇，香港有34000嘅警察嘅，阿林鄭話30000咧，呢個唔準確。4000嗰個咧就係副警嚟嘅，咁啊總兵力咧就算勉強係四個師嘅兵力 ，OK， 即係如果用軍隊嚟計四個師嘅兵力，咁啊其實咧一向六四咧都係好全部係和平嘅，即係一件還一件啦。鐘教授嗱，六四啊6月4日啦，我記得啊兩年前6月4日嗰晚去維園燭光晚會啦，啊咁啊6月9日先發生呢個100000人嘅示威啫。OK， 但係六四嗰晚咧，我去維園嘅時候，我見到啲警察都係都幾有禮貌嘅，因為咧佢都知道咧，你六四班友根本搞得咩出樣出嚟啦，而且歷年嘅 track record 都係冇事發生噶嘛，係叫英文叫 uneventful 啊，啊佢哋知嘅，我仲記得嗰個督察好有禮貌嘅，問我話點樣行啊，咁啊佢即係佢有啲路啊嘛，俾你班人入去，佢總之知道嗰晚。嗰晚11点之後咩事都冇啦，一切恢復正常。你係搞咩鬼呢？而且你係知道咧，就係話年青人咧多數唔去。以前咧又有人講話嗱，你六四咧，哎呀，你係支聯會咧利用你啲市民去凝聚，係為選票去做嘢。或者開頭嗰幾年都係嘅，即係有咁嘅客觀效果啦。但係我覺得過去十幾年已經唔係咯，完全冇關係嘅咯。支聯會悼念啫。支聯會的活動，支聯會的活動 ，OK。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聽聞啦、啊、以前中共咧就好驚六四集會啊冇人去，因為六四集會冇人去咧，即係話即係香港人咧個離心力啊，同中國呢個 concept 嘅離心力就越嚟越強 ，OK。好驚冇人去，咁啊就話要撩喎、啊，撩到多啲人去喎、啊，咁咧即係。打者就愛呀！嗰日咧就嗌結束一黨專政啊！呢個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越多人嗌咧，咁即係話你班人咧就越唔會搞獨立。OK， 嗰個概念係咁樣嘅喎。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阿黃文放，你記得啦，以前新華社嘅黃文放咧，佢最後一次接受佢走之前最後一次接受我哋訪問咧，嘅時候就講到佢話喺六四嗰年，咁啊台灣國民黨咧。就話要反共 ，OK， 就要揾20000個反共救國團出嚟手拉手，出嚟聲討中共血腥鎮壓。點知揾唔到20000人啊！台灣啊，咁啊，黃文放話當時喺新華社做知道大鑊啦，馬上呢件事啊通報北京，話而家原來台灣而家連反中共都咁少人，咁啊，你話係咪大鑊啊？即係佢知道嗰個意義政治。是有些嘢咧，佢唔係 lab science 嚟噶，係有啲嘢咧係一個好特別。阿教授有冇理論解釋呢樣嘢咧？即係如果六四冇人出席，咁就大鑊喎，中共仲慘。你有即係你點睇咧？即係見頭先你講噶嘛，當啲後生仔選擇唔出席六四集會，甚至話六四你做悼念嚟做乜啦？嗰陣時咧，呢班後生仔其實就係一種。所謂的有港獨意識的後生仔咯，所以其實當他們口出開口埋口就話六四是鄰國的事，不關我事，我哋唔好理。其實你咪顯示你在香港即係根本冇辦法令到年輕一代相信一國兩制，相信留在呢個所謂大中華裏邊有咩前途。咁我雖然覺得呢個正正一個好好例子啊，反映啦，即係如果你搞到個個人都覺得即係。即係六四唔好理啦，即係你關我哋咩事啊？咁嘅時候咧，正正就代表即係香港人啊，對呢個國家死心咯、啊。咁我覺得對死心嘅話，你再講咩愛國就冇乜意義噶啦。咁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即係
所以我好同意呢個講法嘅，即係如果你做多一日，香港人唔覺得 I don't care， 我唔理六四關我咩事啊？中國大陸啲人有冇飯食，有冇飯開，關我咩事啫？啊？中國民主定係專政，關我咩事啫？啊？中國嘅發展係好定係壞？美國佬究竟係即係針對中國定係即係幫助中國，關我咩事啫？係嘛？到到咁嘅階段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更加值得當權者反省同擔心喎。啊，擔憂直情係，非常擔憂啊！不過佢哋嘅講法咧，就係應該講多次啦嚇，即係呢過去依卅年嘅講法就係、是、第一六四咧裏邊，你哋而家知道嘅就唔係真相嚟嘅。係天安門廣場裏邊冇死過一個人。係 OK， 第一樣講啦嚇。第二，天安門廣場就冇死人啦，佢唔敢講冇死過人係嘛？啊！講錯冇死，用個技術方式嚟到去，即係扭曲事實。係第二，趙子陽唔係好人，佢係想利用啲學生咧搞政變，啊懟冧你老等啫，啊同懟冧你李鵬啊老等嗰啲人啫。所以咧六四呢啲嘢咧，我哋聽翻嚟冚唪唥假嘅。OK， 第三呢個中共係功大於國。啊！呢個喺海外華人裏邊廣泛流傳，包括嗰啲well educated 嘅華人啊，主要係理工科出身嗰啲啊，啊講法啊，啊咁你又點？你點睇咧？嚇啊！趙子陽就係咪華人咧？嚇，即係想利用啲學生搞到鑊足，逼你老等下台，逼你啊李鵬下台。即係我覺得對於歷史人物嘅是非公序咧。歷史始終有即係還清白嘅一日嘅，即係今日最大問題啦，就係中共啦、北京當局啦，不時係要以自己嘅政治利益嚟到去扭曲即係政治事實，咁所以先至會出現81年又話呢個毛澤東七分功三分果，要全面否定文革，而家又好似話要唔可以否定文革咯喎，係嘛？文革咧係社會主義嘅摸一次摸索社會主義革命嘅運動嚟嘅，曾經被肯定嘅又否定過，周而復始，無休無止，主要就因為要指即係唔講事實，唔講道理，只係講當前嘅政治需要同埋利益，咁呢個咧就係最大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就。如果你只以而家呢個即係為咗要鞏固自己嘅權勢而不擇手段嘅政府嘅話咧，咁佢講嘅歷史咧就唔好信啦，你就唔好信啦。事實上亦都係咁，等於佢而家話英國人喺香港推行奴化教育咁解啫嘛，係嘛？我覺得所有家長咧都有責任講俾佢哋小朋友聽，實際上唔係咁樣樣咯，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就而家就利用教育嚟到講大話。利用教育扭曲事實，利用教育嚟扭曲歷史，呢個先至係最可恥嘅行為咯。嗱，至於港英政府當時咧，係我睇學校裏邊你冇講到話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嘅嘢咧，佢港英政府係唔想得罪你共產黨或者國民黨。如果俾佢講，你叫佢點講？啊，係啊，係啊，即係大家而家唔知咧，全香港係咁。全香港都是愛國學校，當時有右派學校噶嘛，有親國民黨嘅勢力噶嘛。你叫佢點講先？佢港英政府玩個平衡角色啊嘛。不過咁，佢冇阻止到你喺街上去，你去各左派書店或者右派書店啊，嗰啲你都可以揾到嗰啲書噶，啲雜誌隨時揾到，同埋報紙揾到啊。即係國共兩黨嘅睇法啊，當時dominate咗整個傳媒嘅，你隨時可以揾到嘅。依啲佢冇阻止到啊，冇阻止到。再講一次，1967年暴動嘅時候，港英防暴隊係冇搜查過《文匯報》《大公報》《商報》《精報》《新晚報》呢啲左派報紙嘅，冇封到佢嘅嚇，呢啲係事實，冇得 argue 啦，呢個冇得 argue 嘅咧呢樣嘢。今日全香港得翻一份蘋果啫嘛，你都唔放過其他報紙，係咪貴曬邊啊？而家剩翻一份蘋果喺度咋，係即係你。喂，你唔好咁高舉蘋果嘅作用，話真係影響到全個香港。哇，咁你真係太過高舉啦，有一份嘢啫，係咪先嚇？喂，講翻一樣嘢，阿教授，我要你分析啦。你嗰啲人就會走去買文匯報咩？係嘛？你打殘蘋果咁點啊？
我慳翻嗰百蚊啫嘛，我唔會真係買回報噶嘛，係嘛？即係我唔會因為冇蘋果而上百蚊，呢個先係最關鍵啦。老實講，我要揾新聞材料，我使乜一定要靠報紙啫？而家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用呢種方式，只係突顯即係個政府嘅野蠻，但係實際上你唔會令到更加多人相信呢個政府，亦都唔會令到一啲所謂喉舌傳媒咧增加到嘅讀者銷量，呢個先係最傻嘅地方啦。咁但係呢個政府就仍然都用嗰啲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嘅方法嚟處理而家2020年嘅問題，即係所以呢個政府係即係搞到今時咁樣嘅地步咧，有時覺得好好笑嘅。呢個政府係自己攞嚟嘅，即係一個好低水平嘅政府，先要做啲咁嘅嘢，既不利己，亦都即係選人係嘛？即係但係佢日日都做緊啲嘢咯，而家啊嗱。仲有一樣嘢咧，阿教授，你都接觸咗好多年青人，亦都俾咗好多年青人鬧過啦，啊，即係你鍾建華俾人鬧啲死大中華膠或者咁嘅嘢啊。OK， 嗱，我就講今年六四係意外地薪火相傳到，係嚇 OK， 六四嘅燭光遍佈港九新界 ，OK， 儘管唔可以喺維園裏邊係燃點。全香港只有維園裏面係冇六四嘅燭光啫。OK， 你又點睇？點睇呢個意外地薪火相傳，好多出嚟都係年青人喎。你點睇咧？啊，即係啊，你覺啊，鍾建華，你講咗好多年都冇用，叫人哋紀念六四。而家呢個特區政府同我哋一鑊嘢，同你相傳到啦。你點睇？即係我覺得，即係喺過去幾唔係淨係今次嘅過去幾年都係，即係香港喺雨傘運動之後咧。所謂武大台啊嘛，湧現咗好多即係新興嘅政治組織，特別係年輕人嘅組織，有啲可能好細嘅啫。咁我諗我又理解嘅，年輕人有創新精神，佢哋亦都想喺一啲既定嘅論述裏邊咧揾到啲新意思，突出一啲佢哋嘅獨特地方。咁呢個係即係過去幾年，即係好多大台啦，所謂嚇都冇人睬。支聯會冇人睬，民主黨冇人睬，公民黨都冇人睬，咁嘅原因咯，我覺得。咁但係呢一次咧，就因為政府嘅迫害咧，全面噶嘛，全面咁對嗰啲即係新舊嘅民主黨派、年輕嘅即係老餅嘅都一次過打殘。咁我覺得咧，令到成個社會嗰啲所謂反對政府嘅力量咧，覺得有必要即係放棄前嫌，或者話將一啲喺枝節上或者話喺一啲問題上嘅歧義咧係放開，然之後有個共同嘅敵人，即係我覺得最大問題就而家政府令個人都知道，即係最大嘅敵人係邊個咯。咁所以我覺得就對於六四啊，對於即係係咪應該悼念嗰啲啊，大家就將呢啲分歧放開。所以今年咧就頭先講咗啦，年幾年前批評支聯會行禮如儀嗰啲咁嘅學生領袖咧，今年都點知立足表示會參與，即係。支聯會呼籲嘅用各自方式嚟到去即係悼念咁樣咯。嗱，仲有一樣嘢咧，就話咧，政府做咗啲好愚蠢嘅行為啦。你禁止你用呢、這個限聚令啊，禁止人哋集會啦。OK， 另外周幸彤啊，你話唔俾佢係宣傳六四嘅集會，佢都冇講過話宣傳六四集會啊，佢為自己個人去啫嘛。好嘢嘛。你做了很多件事是刺激了人的情緒，周幸彤是後生女來的嘛，即是你這樣東西就是 again 都是剛才我說調戲不順四個字，調戲不順你令到很多人本來的後生仔未必是會悼念六四的，他們覺得喂你太沒有理由了，這樣做法這樣就刺激了，你仲要扣留佢三十幾個鐘頭，總之六四嗰日，你就唔出得嚟嘅嚇。嗰晚你唔出得嚟，第二日朝頭早都唔出得嚟嘅。佢用專登嘅方式，個效果咧係相反嘅，恰恰相反，恰恰相反。你係刺激到更多人出嚟。我仲記得九二八雨傘運動嘅時候咧，一開就拉咗阿黃之峰啊嘛，扣留差唔多四，最盡係四十八小時噶嘛，扣留咗係44小時啊。去到盡要出到人身保護令才保釋到他出來，說你不是本來有些人都未必理政治的，他覺得即是理政治，香港以前真的很多人不理政治，這樣調戲不順、啊、
而家就特區政府冇辦法令到我哋條氣順一啲啊！除咗講基本法保證嗰、那個雙普選你俾唔到之外，你做曬太多嘢，一搞到我哋唔順。啊，唔順啦，我都飲杯茶先啦。阿教授，你點睇啊？真係薪火相傳，而家你唔使怒氣啦。嗱，你做唔到嘅嘢，特區政府同你做曬佢啦。那個問題就是我都講了不止一次，你有政府做任何事你要想想怎麼收科才行，即是你現在這種做法收不到科嘛，是吧？即是你令到整個社會即是基本上對政府相當負面，你看回我們香港名研究所做的調查，你看到你有改變一年，但是特區政府包括特首官員三司他們的評分有冇改善到啊？係冇嘅喎，都係咁低分嘅喎。有更加多人認同自己中國人啦，冇嘅喎，即係越嚟越少人認同，首先認同自己中國人嘅喎嚇。你北京當局、特區政府嘅形象有冇改善到啊？都係冇嘅喎，都係好低嘅啫喎，都係。咁所以其實個問題就係做曬呢啲嘢啦，又連楊森啊、何俊仁都拉上去坐監啦，嚇、濫暴濫告啦，喐啲就告你暴動啦。咁啲人而家出唔到街示威，同埋洗黑錢啊！捐啊！六四集會都做唔到啦。咁但係啲人條氣有冇順到啊？有冇俾翻高分啲你個政府啊？唔會啊嘛，係嘛？咁所以而家最大問題咧，你做埋啲嘢係收唔到科，即係你根本就冇辦法收復人心，只令更多人推向你個政權嘅對立面，而且咧係冇辦法去即係復和嘅。咁我覺得你以後呢個政府可以點做嘢咧？你不要講政治啦，你而家連叫人打針嗰啲人都唔睬你啦，係嘛？即係以後政府乜都唔使做噶啦喎，因為呢個政府根本冇號召力，亦都冇人會信呢個政府。大家都即係我有時覺得香港人咧，而家已經慢慢形成咗一種即係唔需要人組織嘅不合作運動。政府叫你做乜，你做相反；政府叫你做嗰樣，你又唔做。即係而家問題就係咁樣啦。咁我覺得即係。香港人都是用這種方式來表達 對政府的不滿的，所以我覺得就即是我都有一句啦，你政府做任何事如果不想怎麼收科的話，只是恃著有權以為可以做的話，就產生你說的效果，大家對你不信，你的氣又不信我，你又改變不了我，我的氣就不信了，這個政府和民間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就永遠不能夠疏解。現在的問題就是看不到中局，也不知道即这个状态可以维持到几时。但是如果你以为可以靠客、靠恶、靠拉人就可以令到个社会乖乖地就范，支持政府、爱这个政权的话，那我相信真的妄想了。那就有位朋友呢就是这样讲的、okay? 关于打针，你刚才提到 打针这件事呢，他说香港人呢整个社会呢连打針呢樣嘢都要利有 ，OK？ 咁咧就完全自己係冇唔想去打針嘅，真係可悲啦嚇！真係上日即係無藥可救啦。咁即係佢試問大家係咪已經達到咗teenage 或者 children 應該要有利有個嘅方式去做嘢咩？啊，咁咧呢啲就係藍絲講嘅説話啦。咁我咧就係癲。就算有利又點啫？我唔覺得利有用咯。係，我唔覺得利有用咯。嚇！你而家要谷針啊？谷針呢樣嘢其實即係話啊，其他國家地區喎，有啲國嘅地區咧就係即係一針難求。你香港人，你將呢個疫苗政治化咗佢嚇，呢啲係藍絲講嘅説話嚇。咁我覺得首先邊個政治化先 ？OK 啊？咁亦都有一個講嘅，就話香港人根本就唔會聽嘅，啊咁咧佢哋唔會咧跟隨咧呢個醫護嘅 advice， 我覺得根本呢啲咧就出嚟誤導嘅啫。其實講真咧，就係嗰個係冇信心，係冇信心啊，有信心就應該撲嚇，即係或者唔信啊。頭先我嘅講法，要靠呢個鼓勵，靠呢個靠利誘。老實講，你而家政府係想利誘，但係你咪利誘到咩？真的可以去到八月有七成人打接種疫苗，賭幾多都賭啊！冇，唔會嘅，唔會嘅，唔會嘅。仲有話香港人唔聽 medical advice， 即係 medical advice 係醫護嘅勸告，呢啲係好荒謬嘅。咁即係唔該，有啲朋友澳門啊，
得15% 啫。澳門得15%，香港而家超過，起碼23%、24% 去打咗啦。澳門咪完全你係即係全澳河山一片紅嘅，澳門人咁少，係咩原因啊 ？OK， 唔該你即係睇下報紙，唔好就誤導人。不過即係有時呢啲咁嘅人講嘢咧，佢就唔係講俾我聽，或者講俾啲朋友聽，佢講俾咧中共聽嘅。OK， 譬如係佢有啲人咧，佢你唔需要咧喺個群組裏邊咧 ，Facebook 好或者係啲其他社交媒體講就話，我一定唔會離開香港嘅。OK， 啊，即係我係愛香港，一定唔會，絕對唔離開香港嘅。你講啫，你啲資產係咪唔離開香港啊？嚇、啊，即係朋友就唔會，即係大家係朋友又唔會執到你盡你啲資產，你老婆仔女點啊？嚇、啊，咁啊，即係啊，咁而家你個你個女喺邊個國家讀緊書啊？啊，即係有居留，即係做朋友咧，即係我哋成熟啊。OK， 鍾業華，即係我做人咁嘅，即係朋友層次咧，我就唔會即係點講啊，係同人哋辯論啊，即係逼你去表態啊嗰啲，我唔做呢啲嘢嘅。OK， 你咁講我咪咁聽咯，不過自己心中咧就有數啦。你依位仁兄咧就真係有好多生意嘅香港，佢係要咁樣講咧，其實。佢係唔想人哋清算佢啫 ，OK？ 佢冇講過佢啲生意、佢啲資產，會唔會離開香港啊？亦都冇提半句老婆仔女會唔會離開香港，咁啊，即係心知肚明啦。佢唔係講俾我聽，佢講俾共產黨聽啫嘛。嗱，阿教授，你到呢度咧，我哋唞唞好唔好？翻嚟我問你，將來嘅展望點？而家個形勢咧，即係其實表面上咧係好灰㗎。其實係好灰嘅 ，OK？ 呢個其實即係政制民主之路咧，其實已經係封咗噶啦 ，OK？ 再加上咧，越嚟越多嘅拘捕，呢、這個初選哥拉咗47個朋友 ，OK？ 大部分我識嘅，其實我好傷。咁之前仲拉咗啊快必啊嗰啲咁，即係我趁呢個機會再次問候呢啲被拘捕或者被羈留嘅朋友 ，OK？ 啊，即係還押嘅朋友，我梗係好唔公道嘅 ，OK？ 我問候佢哋，如果佢哋聽到嘅話。站個人係問候你哋，雖然我做唔到乜嘢啊，我只係時魔菩提圖，乜都做唔到。好啦，我哋翻嚟咧，我問下你啊，教授 ，OK， 你到咁將來會係點咧？啊，仲有咧，有本書你會介紹嘅，咁啊，我哋唞陣翻嚟再傾過。嗱喺呢度，我再次呼籲啊，我哋嗰個轉數快68099係咪68099941啦嚇？阿健打出嚟68099941，我转数快68099941，我哋转数快嘅。咁另外咧，我哋就系你哋加入我哋嗰个 Patreon 嘅年费做年费会员啦。咁你最重要嘅，除咗系物资上金钱上嘅支持俾之外咧，请将我哋嘅节目马上 share 出去，喺 Facebook 以及 YouTube 都好方便嘅啫。OK， 两个都有 share 嘅就系，咁你亦都可以 copy 嗰条 link。全用社交媒體俾朋友睇 ，OK？ 節目唔傳開去係冇用嘅，你覺得好啫，你要話俾人聽，同人哋分享噶嘛，係咪先？咁喺呢度咧，我多謝一位朋友咧，就即係捐錢俾我哋啦，阿 Jenny 亮啊，捐錢俾佢哋，值得啊，即係支持少少啊，我哋都係好多謝你哋，好 appreciate 嘅 ，OK？ 咁我哋唞陣翻嚟，再講埋，咁將來嘅展望會係點？或者同埋你介紹你本書，點解你要介紹你依本書呢？ 好，我哋唞一陣。好。
啊，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尼敦道證交所，我請嚟鍾劍華呢個教授嘅。OK， 阿健，我哋講咩啊？啊，驚天動地，我哋講兩年前驚天動地嘅反修例啊，反修例風波啊，或者運動，或者我又反送中運動啊，或者好多唔同嘅講法。OK， 有人形容後啲好多黑暴喎，咁今日都冇黑暴啦，乜嘢黑暴都冇，香港已經好太平噶啦。點解你仲咁驚咧？政府點解要禁支聯會嗰、那個燭光晚會咧？你唔禁咧就冇乜新聞，越禁就越多新聞，越禁咧啊就越多人出嚟。OK， 你喺之前嘅人唔知咩人啊？我而家咁講，我哋要留白嘅就係、是。七間天主教堂嘅聖堂就準備喺咧六月四日咧夜晚有呢個追思彌撒，咁啊有人搞咯，佢啲教堂裏邊係私人地方，你啊連啲嘢門口就話咧邪教滲入天主教，咁你嗰啲教徒啊激唔激氣啊？咁但仲有咧，其實天主教裏邊咧就係亦都有人咧係建好多係建制派嘅 ，OK， 咁你。你唔使咁驚天主教，其實話俾你聽，我認識好多天主教徒都唔知係幾藍絲啊 ，OK， 日日話想你班黑嗰啲暴徒去死啊，話俾你聽。咁你要搞，仲有第二日朝頭早，六月四日朝頭早，你又拉咗周幸彤呢個年青嘅少女嘅可愛嘅大狀支聯會副主席，咁咪刺激民情緒咯。啊！即係我唔知點解邊個諗啲咁嘅死竅出嚟，邊個搞啲咁高級黑 ？OK， 你周幸彤搞到咩出嚟啊？一個靚妹係，咁你係啫，咁你要拉咗佢，拉咗佢就國際新聞啦，國際新聞全香港都知啦，咪谷到嗰晚啲人就出嚟啦。咁你仲有你係喺嗰三條過海隧道嗰度查牌啊，係檢查搞到半癱瘓，啲人谷唔到去維園啦，谷唔到去港島區咪。在自己區嗰度，自己區度悼念咯，咁咪燭光遍香港咯。咁啲教授，點解而家呢個中共同埋特區政府日日諗埋曬啲咁嘅嘢，調翻轉嘅咧？調翻，係咪真係佢哋摸唔到民情咧？搞到今時今日咁嘅局面啦，搞到今時今日咁啦，都係北京嘅政策錯誤造成嘅，即係我想係北京對港政策嘅施政錯誤造成嘅。即係我成日都講，如果大家曾經一段時間對北京嘅承諾有信心，即係我哋相信一國兩制，相信民主回歸，連趙紫陽都寫封信俾兩間大學嘅學生會話支持民主發展，大家先至會接受一國兩制噶嘛。咁所以如果能夠堅守一國兩制，堅守對初當初承諾嘅話咧，香港局面唔會搞到咁嘅。個問題點解香港人喺回歸之後？變成即係同中央個北京當局嗰個分歧越嚟越大啦，唔係香港人變咗啲咩啊，而係即係北京一而再再而三係扭曲一國兩制嘅詮釋，唔肯實踐對香港人曾經作出佢嘅政治承諾，甚至咧係多方干預香港嘅公民社會，意圖打壓香港一啲人嘅民主訴求。咁結果咧，就去到今日咧，就同香港人嗰種情緒越走越遠咯。咁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最大問題。咁所以而家問題咧，就我覺得佢去到個階段啦，就佢唔肯從一啲錯誤中反省，同埋去從錯誤中咧係去調整啊。咁所以就堅持錯落去。咁亦都有概念，即係只要即係能夠即係用強權啊，權勢喺我度，我打壓你哋，我係唔俾你哋。甚至咧，我而家改變個選舉方式，嚴重倒退。我連呢個教育制度都改埋，要洗你班後生仔同埋年輕人嘅腦，佢就以為可以解決問題。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錯再錯，輕微嘅錯變大錯，大錯變即係無可挽回嘅錯咯。而家係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問題解決唔到問題不得已啦。事實上亦都唔見得真係可以達到咩嘢，即係佢需求嗰個政治目標咯。香港人始终经历过一个较为文明的发展阶段，我自己都支持民主回归，系嘛？我亦都曾经反对，俾后生仔闹过好多次噶啦，你反对呢个殖民主义啊，觉得即系九七殖民主义完结都系一个好合理嘅事。咁但系如果你问翻我转头，我又不得不承认，由我少年时代，即系七十年代。稍微有啲社會意識嗰陣時開始，一路至到九七年呢二十幾年，殖民地政府
管治底下，香港社會是不斷進步的喎。無論我們的人權保障、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公民自由、民主制度、民主生活，都是警察，各方面都是改善的，各方面都是進步的。但是九七之後，你承諾一國兩制、民主回歸，2007年可以決定怎樣選特首，你全部推翻了不得已，還要找一班這樣的愛國者 來管治我們，那班全部都是人渣來的，老實說，是吧？你說人渣和那些即是道德水平又低，能力 又弱，只是懂得擦鞋的人就叫愛國者領導香港，然後否定所有訴求，我覺得這個呢，即是稍微有少少即是自覺能力的人都不會接受的。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就是，即他一錯再錯啦，一方面，二來呢就即確實是即是他不能夠遵守原本的承諾，才造成香港今天現在這個處境。所以他現在沒辦法的了，你所說的即是專門做一些傻事，做一些不能夠產生效果的事，以為可以解決問題，但實際上一次、兩次、三次，由回歸之後2003年的50萬人示威，至到2008年的2010年的政改，2014、2015年的雨傘運動，到今天一波比一波嚴重，其實個問題正正是北京捉錯用神咯，一波比一波是倒退。好了，咁你點睇咧？教授，即係你即係將來又點咧？將來會唔會係點咧？即係而家係好似冇出路啦。咁就係、是有啲人有條件嘅就係走啦。OK， 即係再加上英國咧就開放咗啦 ，BNO 咧係5+1咧可以成為英國公民啦。OK。咁加拿大以及美國、澳洲等都開放門戶啦，咁你點睇香港係咪今次係真係我哋嘅運行完咗啦？啊，即係個運行完咗。即係如果你講個實話，我就咁講咯。即係我都喺香港出生、香港長大，即係經歷過九七回歸過渡，支持過民主回歸。看着特区政府怎样做事，北京怎样转变。80年代我们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表示过支持，也都希望香港可以扮演一个 有贡献的角色。但是经历过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班朋友有时坐在一起，有时都会说一句，即是他连我们都出卖了。你班大中华交，哎，出卖了。本来当年中共就靠你哋嗰个舆论嘅压力啊，我哋有种好强烈嘅被出卖嘅感觉，呢个第一点啦，呢个第一点。第二咧就亦都咁讲啦，即系80年代我哋开始经常翻大陆去旅游又好，去做嘢又好，但系当时个社会比较穷，但系我哋对中国都仍然都觉得有希望。咁但系到今日咧，你唔好话对中国啦，对香港都觉得冇乜希望，即系。其實是最即係你可以講得清楚啲，就係即係從來未試過對香港嘅前景好似今日咁悲觀嘅。呢個第二點。第三嘅就當然啦，我悲觀得嚟，我都覺得我都仍然都傾向唔好太悲觀，因為點解咧？即係你問前景會點？我覺得即係而家呢個處境咧，北京以至中特區政府做緊嘅嘢咧，係解決唔到問題嘅。佢冇中國嘅基本上，而家唔諗呢樣嘢。咁、那個問題就話冇中國，唔去諗點解佢問題，咁跟住會點咧？咁我會覺得即係一個不正常嘅狀態係冇可能長期維持嘅，因為點解咧？你諗下而家香港原有嘅發展根基，我哋嘅即係自由經濟啦、言論自由啦、法治啦，全部俾你摧毀曬喎。咁呢件事對所有人。都是付出代價，冇人會得益嘅。好啦，咁有人會走咯，係嘛？走咁香港進一步會即係衰敗啦。咁呢個一個可能性啦。咁但係我又咁諗咯，你政府以北京要用而家呢種方法咁玩落去嘅話咧，佢哋付出代價都好大。你諗下，特區政府拉咗萬幾人，你要用幾多政府嘅資源嚟到去處理呢啲咁嘅呢萬幾個個案？你現在要濫用法庭程序，連楊森、連何俊仁這些人都要告，
你係你耗用幾多公共資源？你不斷泵錢落俾啲警隊胡作非為，你俾80亿做國安經費，嗱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好沉重嘅實現骨實實骨骨嘅代價。咁呢啲代價唔會產生正面效果嘅，但係你個代價就越出越多。你要控制住啲人，唔俾佢胡作非為，唔俾佢輕舉妄動，唔俾佢六四去示威，去點樣捉？你咪出七千警力咯，每個六四出七千警力咯，好唔好啊？咁你唔使俾錢啊，唔使俾大差費啊，係嘛？所以個問題就係政府係要維持而家呢個局面咧，有形無形嘅代價都相當之高嘅。高度咧，呢個政府咧係好難長期咁承擔呢個代價嘅。咁所以即係佢總會有一日，佢孭唔起嘅。我覺得而家問題已經孭唔起㗎啦，已經係嘛？已經出現一個好大問題。你睇下財政預算案點講，未來幾年都赤字啊！啊，預計嗰啲咩經濟改善，你咪繼續預計咯。而家基金已經走曬啦，已經差唔多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嗰個不正常狀態造成嘅有形嘅代價。無形代價都是很大，大到這個政府是承擔不到的。那到頭來你是不是完全不調整呢？我覺得我們都不可以太過悲觀。所以那第二呢，就是香港人，我覺得經過這麼多年的觀察，你知道香港人都是很堅毅的，就是你用這些方法打壓我，我就不去維園咯，我自己家怎知道洋燭，是吧？我在網上繼續用各種方式來表達，我將我哋嘅暴亂活動散落千家萬户，我走得嘅我走，唔走得嘅我就繼續用不合作嘅態度嚟面對呢個政府。咁造成嘅結果咧，即係呢種政府同人民之間嘅疏離狀態咧，可能會長期維持一種不合作嘅運動咧，可能長期都會存在。咁我覺得即係呢種亦都係可能香港人喺爭取我哋要想要嘅時候咧，可能需要付出個代價。但係咧，我睇嚟好多香港都唔介意付出呢種代價。咁我覺得即係只要我哋呢種堅持係存在嘅話咧，咁我覺得就即係希望仍然都存在咯。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唔需要太悲觀。雖然我頭先講過，即係可能60年來都未試過，或者自己有知以來啲40几年來未試過對香港咁失望咁悲觀。但我仍然都覺得，我成日都講八句字咯，大家。緊守崗位，我哋又常存盼望咯。我就咁睇啦，阿教授。我都同意你嘅講法，一個即係咁極端嘅政策咧，係難以持久嘅。我哋經歷過即係你睇翻下歷史啊，文革佢即係咁瘋癲，佢最後尾佢都要結束，因為佢頂唔順啊。OK， 佢頂唔順啊。中共係一個世俗政權嚟嘅，咁佢即係話。佢唔會不食人間煙火嘅，佢而家咁嘅政策落去咧，佢係自毀長城嘅啫。我唔相信會耐，我唔相信會耐。啊，你都睇下佢哋啲中共領導人咧，佢到西裝咧，佢著嗰啲衫一定靚過你啊，一定靚過我啊嚇。OK， 即係咁中意人間享樂嘅，即係人間啲 comforts 啊，即係你嘅人咧係唔會中意打仗嘅。啊！即係台灣，你睇下依早幾日嗰個一個 C-17 嘅運輸軍用啊，美國空軍嘅運輸機，再三個參議員去台灣訪問3个钟头，中共個反應都係一般行禮而已嚟嘅啫。OK， 即係證明佢根本唔係，佢真係唔係好想佢得個噏字嘅啫，佢唔係真係想打嚇。理論上佢講過嘛，你軍用飛機降落咧。我就開㗎啦嘛，嗰陣時阿胡錫進講㗎嘛，但係中共外交部嘅反應就係屬於溫和嘅，即係例行嘅式嘅反應嘅啫。咁啊，佢今以前佢啲美國官員去都話美國政府飛機唔係軍用飛機啊，或者係私人包機去，今次係用美國空軍 U.S. Air Force 嘅C-17 型運輸機送啲人去。好啦，講到呢度，問多你一條問題，跟住咧，我要你介紹書啊，唔係真係夜啦，又阻住阿健仔，又唔好意思啊。OK， 嗱，關於即係我哋講翻兩年前嘅嗰個反送中運動啦，就喺藍絲圈子，藍色嘅圈子，即係佢哋都係有啲都讀過書嘅嚇，唔知讀唔讀得通啫嚇。以及海外親共華人圈子咧，就話呢次係一次民粹嘅運動嚟嘅，你點睇？咁民粹嘅名字係貶義，還是係褒義，還是係中立名詞？一般講法對民粹主義都係貶義居多嘅，即係話隨住公眾嘅情緒而去轉變你哋嘅
宣示啊、態度啊、行為啊、意志目標咁解啫。咁我覺得民主主義就即係你可以話一個政治現象，但都可能係一個即係負面嘅描述咯。咁但係你話香港過去兩年嘅民粹主義咧，我絕對唔認同。香港人如果民粹嘅話，就學中共鼓吹嗰套，俾心機揾錢啦，係嘛？而家唔係啊嘛，而家香港人係堅持要有自由、有民主。後生仔亦都唔係一定話要上車，佢哋要求嘅就係有一個較為合理嘅社會制度啊嘛。咁我覺得呢個咧就絕對唔係民粹，而係話將即係多年嚟香港已經形成嗰套社會嘅一種對呢個自由價值嘅肯定咧，係貫徹咁執行出嚟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過去兩年嘅運動咧，實際上係幾年前嘅雨傘運動嘅延續，而雨傘運動咧亦都係香港過去幾十年民主運動嘅一種延續咯。所以你才看到今天他要拉楊森、拉何俊仁這些人啲老鬼反映緊呢樣嘢咯嚇。咁民粹主義同階級鬥爭有冇關係咧？個關係唔係咁直接嘅，即係我唔可以咁樣勉強拉埋嘅嚇。當然你話香港今日出現一啲所謂代際嘅矛盾，這個可能都係事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就冇必要代入即係老咗嗰啲咁嘅過度即係。過度階級意識的論述不需要這樣，我覺得我覺得就完全跟階級鬥爭沒關係，我見到人隊說打到地產霸權之後即是基層的、中產的、有錢的、再些學生走的很多都揸名車啊，大佬名貴跑車啊，他們不是同情者啊，同情學生啊，根本就是參與者，根本就是參與者啊！仲有在醫護界啊，醫護界係有不少係支持依個學生嘅嚇，因為你警察做啲嘢太不合理，喺醫院拉人啊嘛，喺醫院急診室度拉人啊嘛，咪啲人反感咯啊！咁即係呢樣嘢，咁當然我又要同啲藍絲嘅朋友講啊，因為教授湛國陽好鬼多藍絲朋友，即係咧。即係你要睇清楚呢樣嘢啦，佢個咁大規模就不我唔相信200万人係可以被蒙蔽咯，出嚟示威係被蒙蔽啊，佢出嚟示威咯，你梗有啲嘢係做得錯 ，could 2 million people be wrong？ 我話俾你聽係冇錯咯，裏邊有好多有錢中產㗎，你哋唔知道，你唔好即係佢否認個 reality 就係咁樣。好啦，今日講呢度，因為繼續講就講唔曬噶，就係太多嘢要問你啊，捉咗你。你有本書係想介紹俾我哋嘅喎，咁啊係咩嘢書啊？呢本書我就今日介紹呢一本咯，叫做《中國分子嘅困境》咁樣。咁呢本書咧，作者咧就資中雲啦，資中雲咧都係一個好有來頭嘅學者嚟嘅，佢即係本身都係有少少貴族氣質啦，咁啊亦都事實上一個知名知識分子，佢亦都即係一個好著名嘅美國研究專家。對美國咧就認識好深嘅，咁佢有個特點咧，就喺國內啲人好多時俾政權煽動盲目反美嘅時候咧，佢都能夠講出一啲較為合理客觀嘅描述，對美國嘅制度嘅肯定嘅，咁呢個第一點啦。佢大陸人，大陸教授嚟噶，大陸教授嚟噶。佢教授，佢做教過書啦，佢但係亦都曾經做過做，即係佢跟，譬如佢個諗，佢跟過一啲中國啊最高層嘅領導人去訪問美國做翻譯咁樣嘅。咁所以佢係一個涉獵相當之闊嘅一個知識分子啦嚇，咁就長期做進行，即係喺中國中科院啊進行一啲相關嘅研究嘅。咁佢呢本書咧主要講即係講好多嘢嘅，好多篇文章嘅有。咁點解叫困境咧？係用好多言論都有關，就係講到中國嘅知識分子啦，幾千年嚟都係被簡單講啦，我用我理解講啦，即係話。幾千年嚟咧，都係俾政權嚟到去利用、侮辱，係嘛？咁所以佢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嗰度道統咧，一方面肯定，另一方面咧覺得佢哋即係都幾不幸嘅，即係用同情角度嚟睇過往幾千年香港即係中國知識分子嘅不幸嘅。咁當然佢對新中國之後嗰個中國知識分子嘅命運都有一啲佢嘅睇法啦。咁但係佢近年咧，特別呢本書一啲文章寫出嚟咧。他也同時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現在當代知識分子慢慢失去了堅持，甚至是變得你所說的可能是民粹，可能就為這個
領導為權勢馬首是瞻。咁咧，佢覺得當代嘅中國知識分子咧，就係一個咁樣樣嘅困局裏邊咯。咁所以佢對當代知識分子嘅好多行為啊、做法咧，就相當之有保留嘅，亦都覺得啲知識分子咧個獨立性咧，係慢慢咧比起就甚至比起晚清時代更加差咁樣嘅。咁所以呢本書就好多篇文章講呢啲嘢咯。所以我覺得值得對一啲有興趣嘅朋友值得睇下嘅。我成日覺得香港都好多呢啲知識分子嘅嚇，咩劉教授啊、雷教授啊嚇，即係最近好紅嗰個嶺大副校長、嶺大嘅副校長啊嚇。即係嗰個咩啊？國防香港都要佢解釋嗰個咧，上法庭嚇，都好多呢類咁嘅展鵬。劉展鵬啊，咁我覺得即係，但係同時都知道咧，好多知識分子好堅持嘅，譬如楊森啦，係嘛？佢即係都係長野大學教書啦嚇，或者話何俊仁啦，你睇下節目，佢其實都係一個好知識分子型嘅人啊。咁我覺得即係其實你都好堅持啊。阿鐘劍華，你都好堅持，我好 appreciate 你。係被政權，係被政權迫害、威嚇，咁我覺得即係仍然都堅持緊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睇完呢本書之後咧，我希望嗰啲即係淨係識得為權勢馬首是瞻嗰啲所謂知識分子多啲反省啦嚇。我相信阿資中雲呢本書咧，對佢哋嚟講都一個當頭棒喝啦。不過我估阿雷教授佢哋未必向住睇都唔頂啦嚇。啊！咁但係我都希望多啲人睇到呢本書咯。啊，咁咧就我咧阿教授有時咧，我覺得咧，即係有啲人咧，我哋一方面我哋批鬧佢啦，即係有姓劉嘅、姓雷啊嗰啲咁啊，真係啊，但係咧佢誒原諒佢揾餐食啦。係有啲人唔開聲咋，有啲人唔開聲嘅，佢哋知道是非嘅。OK， 喂，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我點解頭先話極端主義唔可以 last long 咧？因為佢中共咧，佢都要有務實嘅，佢都係有務實嘅一面，不過唔係日日攞出嚟嘅啫。咁啊，最近啊，依個金尚咧就去清華大學一校慶一建校111周年嘅一個會議去視察，咁咧佢就話咧，中國咧教育咧係能夠培養出大師嚟嘅，我哋咧要有呢個自信。OK， 但係咧。我就覺得即係而家目前咁嘅局面咧，係佢唔能夠令到佢係培養到大師嘅，因為有個叫李若失難題啊嘛。點解中國嘅喺科技啊，唔係科學啊咁有成就，但係工業革命冇喺中國發生啊嘛 ？OK， 喺英國嗰邊發生。OK， 此其一，此其二咧就個錢學森之問啊嘛。錢學森就問啊嘛，話點解即係而家中國啲大師，譬如啲大嗰啲佢即係包括埋佢自己咧，都係民國培養出嚟嘅人啊嘛。而家即係都冇啊嘛啊！你繼續即係你確實係令人憂慮㗎。即係你諗下，即係而家呢個體制咧，係令到一啲有獨立思考嘅人咧，係全部都淹沒㗎，或者話都係走咗嚟度咯，係嘛？咁所以其實近代中國、當代中國咧，基本上出唔到一啲。在學術上、科研上很大師級的人物，你看看近這20年、最簡單你一個比較，近這20年、日本拿了多少個諾貝爾獎？超過15個，超過15個。中國拿了多少個？拿了兩個那麼多咯，一個劉曉波咯，一個莫言咯，或者再前一點還有一個陶悠悠喂，高行健唔係揸中國護照噶，係當然係啦嚇。啊，如果你話嚴格嚟講咧，只係得莫言死添啦，係嘛？係啦嚇，即係意見份，即係和平獎啦。咁你話大師嘅係陶悠悠啦，但係陶悠悠係文革年代啊嘛，佢有嗰種傻氣啊，基本上忠誠啊，基本上係產生唔到大師級嘅人物咯，即係嚇。反為你在日本短短十幾年之間有十幾個諾貝爾獎有他們份，那你可以反映到一個自由的環境對於培養一些有創建的學術領袖幾咁重要，而這個正正是中國現在缺乏的東西。還有我要補充一件事呢，就是太過功利，大陸太過功利，如果你要拿諾貝爾獎，有時你要有一種你對科學的愛啊，嗰種熱誠啊，嗱，呢個你頭先講話有自由，而家大陸出唔到大師咧，
係同佢冇思想自由係有關係㗎嚇。OK， 你點樣絕對係 因為有啲創作咧係必須顛覆以前嘅睇法。OK， 咁啊，即係呢個絕對係有創作自由。你啲人點講？你點樣海外親共華人翻去援助都好，你係做唔到嘅。另外一樣要睇下教授，就係咧前蘇聯啊，都係共產黨。前蘇聯有11個科學家攞到科學獎嘅，即係唔計攞諾貝爾和平獎嘅。佢係有一種愛啊，有一種熱誠啊，對科學嘅熱誠啊。啊，依種熱誠咧係超越咗功利主義嘅，因為大陸嘅功利主義太勁啦。OK， 佢係阻住自己發展，有啲嘢係唔可以功利，你係必須投入。是短期內你是不會有成就的，譬如你 FreeCamp 辦三科啊，攞到呢些啊，前蘇聯有11個攞到的啊，要大家要看，再加上而家冇自由，前蘇聯都係冇自由啦，但係科學去容許佢研究，但係啲人咧係真係好 dedicated 去研好 devoted 去研究科學，而中國大陸係冇呢樣嘢，所以咧阿老習雖然好想中國出到大師，不過呢個都是主觀願望嚟嘅啫。再加上而家咁嘅情況啊，咁我依度又有本書介紹，大家分享喎嚇。阿健，我介紹嗰本書叫咩名啊？我依本書係《改變未來嘅秘密交易》啊。OK， 嗱呢本書咧就係唔屬於學術性嘅嚇，咁就一個 BBC 做呢個調查報告嘅記者係寫出嚟嘅。咁咧講啲乜嘢咧嘅？咁咩叫秘密交易呢？其實原來我哋嘅糧食價格咧係俾咧依個期貨交易所係控制咗嘅。OK， 即係其實呢個世界邊度有饑荒咩咧？唔係淨係生產力嘅問題，係期貨嗰度嘅。呢本書咧裏邊咧佢有幾樣嘢咧係值得我哋大家去講講。佢話藥廠啦嚇，藥廠其實有病先食藥。咁藥廠係賺咗啲乜嘢咧？其實而家咧話藥廠咧。就降低了疾病嗰個標準，令到咧多啲人食藥去賺多啲錢。另外金融風暴的時候又話誒，邊啲人出嚟救到西方的銀行體系呢？原來咧就唔係個個國家嗰啲中央銀行政府，佢話係黑道喎。OK， 咁另外佢有一個預言啦，依本書係2018年寫，佢話蘋果啊、Google 啊。微軟啊、Facebook 啊、Amazon 呢啲咧，其實咧就打算咧係統治個地球嘅。咁咧喺舊年嘅美國總統選舉，我哋已經睇到啦，佢哋咧就係的確咧有啲嘢阻礙咗呢個新聞自由嘅。儘管特朗普呢個人係有爭議性，但你咁樣有啲新聞唔可以登出嚟咧，的確係喺阻礙咗新聞自由。但美國佬做衰嘢係咪就啱啊？咁美國佬食屎，你係咪要跟啊？即係我問下啲人啊，當時係我覺得係做錯嘅。嗰啲新聞就算點都好，你應該登出嚟。你話係有 doubt 嘅，大家用自己嘅智慧去判斷。我哋喺尋求即係證實嘅時候，對方係冇答覆到嘅。呢啲係應該依個係正常新聞處理方式，但係係冇做到嘅美國主流傳媒。咁呢個係錯嘅，同有啲網媒啊，包括啊蘋果啊、Google 啊、Microsoft 啊、Facebook 嗰班咧，都係當年係做錯嘅。咁但係美國做錯係咪我哋要跟 ？OK 啊，呢啲係思考，你係有智慧嘅人。咁啊，好啦，我介紹到呢度，咁大家睇下呢本書，你信唔信咧？就由你自己決定。我冇話裏邊講嘅100%係準確，呢個一個另類嘅 report。而寫嘅人亦都係有權威嘅，咁當然有權威人未必一定次次都係講嘅嘢都係正確噶啦嚇，咁大家用你嘅智慧去判斷，咁啊多謝教授啊 ，OK， 咁喂最新嘅民調咧係點樣啊？阿林鄭係負幾多？你一時記唔記得啊？佢支持率都係-50%到啦，啊-50%好啦，評分啊都係30分到啦，咁就基本上都有。40%，超過40%人啦，42%啦，今次最新一次有40%人係俾零分佢啦。哇，根本唔使撈噶啦，其實唔使撈。不過咁啊，即係基本上佢冇得翻身噶啦。不過就即係有個難題，夠無恥咯，冇辦法噶啦。幾個月之內，我哋又要面對另外一次選擇咧，兩害相衡取其輕啊。OK， 要選個 lesser evil 出嚟，你又有啲咩睇法？有人話係777同埋689。689同777係得呢兩件出嚟爭。明年個特首選舉點選都係 evil 嚟㗎啦，一定。冇 lesser evil。
冇得 settle， 即係一佢哋 equal 啲 evil 啦，定係 equal 啲 evil？OK 嚇，今晚聽下 equal 啲 evil， 大家都係咁 evil，OK，、okay? 兩害就係繼續係兩害 ，OK， 冇相誒兩害相行取其輕。好啦，就係非常之不幸啊！我希望呢不幸嘅時間咧係縮短 ，OK。我唔相信極端同埋呢啲唔正常嘅政策係會維持好耐嘅，但係我希望佢快啲結束，我希望佢快啲結束。多謝教授啊，多謝教授 ，OK，OK， 誒阻你好耐，唔好意思啊，亦都辛苦曬健仔啊，係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啊 ，OK， 拜拜。嗱，記得啊，各位六八打翻出嚟六八零九九四一就係我哋轉數快，咁另外咧係 Patreon 啦。Patreon OK 就係做我哋嘅年費會員啦，跟住咧城寨係有個新嘅平台嘅，咁你留意劉世良嘅節目，佢都會講得好清楚噶啦。咁就記得 CSL， 馬上將我哋節目傳開去，傳開去留言 like OK， 多謝各位，多謝教授，多謝鍾建華，係咁先，拜拜。